蛮晚的，然后他就在这里，因为这里有地毯，然后他就因为我在床上，然后他就躺在地毯上面，因为地毯比较舒服，然后他就把福德当枕头，哎，我想说福德也太难过了吧，他不是他就是最疼福德的人，他居然把福德拿来当枕头，傻眼一波。Hello， 晚安。Hello， 文相，晚安。帮福德 QQ， 笑死福德肚肚派上用场了。福德这 QQ， 我想说啊，你不是最疼福德的人。他每次来都要抱福德，哎，哦，他真的很喜欢熊。但是法法也是，法法是二号，法法也很喜欢福德，因为是法法是他的原主人是吗？因为是法法送我的。提早开吗？提了两分钟而已啊。欸，超惨，然后他离开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它还给我，然后就这样走了，然后我后来忘记了福德，然后因为我坐在床上，我床头在这边，我觉得这样子嘛，滑手机嘛，然后滑一滑，欸，然后就看到福德还在那个地毯的就是躺卧在那边，脸还朝底，然后我想说，哎，这也太可怜了吧！然后我就拍照给他，我就拍照给他，我说福德也太惨了吧，被你糟蹋。福德表示，我怎么是被躺的？我不是应该被抱吗？可是福德真的超舒服，表示他对福德很有安全。昨天躺得很开心嘛。晚安，大家晚安，好可怜。Hello， 莫涵，晚安。Hello， 陈嘉许。Hello， 志宏。Hello， 蓉蓉、丁丁、Lemon Tea、Martin， 晚安。小君，晚安。哦，草莓酱 ，Hello。福德，你怎么了？福德现在在休息。这是我的日常。我枕头会这样子放，就是我的枕头会在我脑袋后面嘛，所以这样子放，我头在这边，然后我会这样子放一个，然后这里放一个，这里放一个另外一个枕头，我有两个枕头一样的，就是两，然后扶着在这里，就是在枕头的中间，因为我想说扶着不知道要放哪里，因为如果扶着放另外一边的话，我觉得好空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也不是说这只是个单人床而已，但是也不是说它真的很大，但是就觉得有点空。福德刚好坐在头旁边，对，所以有时候如果没有放好的话，你转头就会看到他，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然后我就会因为晚上就是太黑了，然后你突然看到一张脸，你就觉得有点心里面有点不平衡，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这样子做了，然后我就吓到，然后我就打开门，然后就跟法法云爵他们说，我跟你们说，当时超可怕的，然后我还让他们体验一下，然后他们坐着就睡在那边，然后我说五秒之后你看一下你的左边，然后他都闭上眼睛五秒之后，然后看旁边，他们都笑爆，就是蛮可怕的。谢谢五本二的 love， 谢谢小君的锦鲤。所以你还是会怕？没有，我没有怕福德，福德很好，他是我的守护神。他守护我一个一个夜晚。谢谢 Stephen 的守护灵，谢谢。我觉得我可以旁分了，就是今天很那个哎，今天很居家。可是我很少穿黑色，晚安，也吓了你一个晚上。没有，我后来反正我每次如果有什么看了什么恐怖影片还是怎么样，反正如果我睡不着的话，我就会，因为我很爱作死，我就是很爱在那种在睡觉之前可能就是坐死去看什么影片，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可怕，好可怕的时候怎么办，然后我就会开始就是在睡觉之前，然后就开始看其他的影片，然后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后只要就是
因为你看完一个东西之后，你的记忆跟脑袋是最鲜，就是把那些画面是最鲜明的时候，把那个就是再看一下什么偶像影片啊，什么 Twice 啊，什么最新什么出了什么影片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把它盖住的话，就应该还好这样。他面朝下躺着是帮你挡灾了吗？没有，因为人家说就是睡在旁边，就是把小熊放在旁边，那个小熊就是你的守护神，就是那个之类的。小晴是看什么类型的恐怖影片啊？其实也不太常看什么恐怖影片，但是因为我不敢看血腥或是猎奇类的，然后我可能偶尔会看一些什么游戏实况啊，或者什么。那段时间很宿舍很流行 TRPG 什么的，那些我觉得就很诡异啊，很诡异的东西会有那个后劲哎。谢谢 Stephen 的玫瑰，我、哦、今天好高音，真的、哦？对啊，听说。谢谢勇哥的玫瑰。Hello 灯火 ，Hello 君念，没有，你知道我本来今天我的直播的那个叫什么标题是写什么？晚安，我是小晴，对不对？本来想说，我每次都这样，我每次开直播之前，我就想说，我今天可能会很严，我可能会很严，就是酷酷的，就是比较不会讲话这样子。但是每次开了之后，就变这样子，傻眼。福德放在那边，感觉很像做错事在反省，没有，他没有做错事，他就是很安，就是乖乖的放在那边。护身符，小熊最后握住手，最后握住手就更怕了。那我看完小晴直播后就要睡觉了。好啊，小晴和盐画不成对。我本来每次偶尔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如果一整天我都一个人，然后没什么事情的话，就是休假嘛，休假直播的话，我晚上。准备要开直播之前，我就想说我今天没有做什么事，可能没什么好，就是没有什么好聊的，然后我可能就会很严，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严过。我有严过吗？大家 Hello 塔瓦哥，闪亮闪亮。那有看过还愿吗？有看过哦。还愿，说到还愿，还愿是那个时候，因为听说还愿很可怕，然后我们就宿舍大家一起看的，然后他们有什么东西的时候都会这样子看，就是会挡住眼睛，像是王一佳跟高允就还好，王一佳就很不行，就是恐怖的东西。被欺负算严吗？不算。哪有欺负你 ？Hello， 有尝试过严，可是失败了，好像还好。我蛮想要严一下的啊，没有严过，可是有被舔一个。哎呦喂呀，谢谢小黑黑。Hello Lolly， 晚上好。哦、oh, ，我也想要演一下，因为有时候想要装酷，你懂吗？就是，而且我今天，好不要，而且我今天穿很黑啊，你看我裤子也是黑的。我今天就这样子欸，然后早上有去跳舞，然后，干嘛？然后回来睡了个觉，总是休假我就会睡觉。然后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就是不知道，反正就休假嘛，就休息，就做自己爱做什么做什么这样。然后我就哦，可是是飞天小姐，我没什么黑色的衣服。然后我就想说我今天蛮帅的。然后我就每次标题我就想打今天可能有点严，但是我后来想说如果没有严怎么办，感觉我就不太会。晚安，谢谢守护灵。 Hello 佩君吗？4801酷哦。 Hello， 自己觉得蛮酷，今天的镜头有点模糊，还是擦一下会比较。没有欸，为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是因为布光。这几天休息多一点很好啊。礼拜哦，我真的很久没有休假。其实今天本来有休假，但是我又自己帮自己拍东西，所以也没有休到。看一下，对啊，欸，上个礼拜很满欸，然后一天一休吧，一天一休。
可是这样比较好哎。当然，我也会想要，可能太满的时候，可能会想要休个两天，那种空空的一天，就是完全不想要做事情的一天。但是就是又觉得有时候一直做的，就是一整天休假，又觉得好像有点太闲了，不太好。本来还有参会的，对，对，可是疫情没办法，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真的会变旁分哦，就是注意一点比较好。但我们大家都注意安全，然后健康，然后卫生，什么都做得很好的时候，当疫情完全消失，我们就可以多办活动啦。这样，录简约有休假的感觉没有？录简约很费精神力，就不要再说我们录得很轻松、很开心这样子，我们也是要做很多功课的，好吗？今天刘海跟今天比较蓬松，因为没有夹刘海，因为这样子很啊，没关系。希望那天快点到来哦。你说疫情结束吗？我也希望。我现在把生日的哦，我真的提高了我的声音很高，反正现在在一个亢奋状态。我真的是把我的生日愿望，我吃，因为我自己觉得，反正吃一个蛋糕，点一次蜡烛就可以许三个愿望嘛。什么歪理？反正吃蛋糕的时候，大家不是都叫你许愿吗？然后如果你吃三次蛋糕，每次都有人问你说，就是赶快许愿吧，这样子你就有多三个愿望嘞。然后我每次有愿望的时候，我今年的愿望，其中一个我都有把疫情算进去，我就想说疫情赶快结束，真的是，对啊，这样有很多愿望，对啊，很棒吧？这是我的理论呐，你们可以就是对，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林依云也吃太多蛋糕了吧？林依云可以许很多愿望嘞，这样是这样子算的嘛？可是我想说，如果每一次吃蛋糕都有愿望的话，然后我不会每一个都许不一样的，因为我在想说，有时候可能有一两个会不一样啊。谢谢落叶的笑笑，啾啾你哦。然后我就会有些会重复，例如说我很想要就是做到的事情，我就会重复许愿。但是有一些就是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会把目标哦，恭喜小军开通一个月的粉丝团。然后就是有些人会把愿望当做目标讲出，把目标当做愿望讲出来，例如说明年一定要做到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希望今年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有些是把期许或者是目标放进去，然后那些我就是讲一次吧，因为当做是目标这样子。同木疫情许了几个？你是不是在算我吃了多少几个蛋糕？其实我有点忘记了，应该有3到4个吧。对，努力迈进中。Hello 阿萧，Hello 阿萧，你的愿望快实现了，疫苗大概明年底大家应该都打了，对，大概是这样子吧。大家也可以多吃蛋糕啊，自己买给自己啦。谢谢小军送的幸运四叶草。什么愿望？我是每个几乎每个蛋糕都会许的，就是希望自己要变漂亮。一天女生女孩子就是每天都要比前一天更加可爱这样子。我每年快哎，你们跨年会许愿吗？我跨年会许愿的，可是今年去年来不及许哦，去年忘记许了。可是我有在就是几分五分钟内有把它许完，但是就是我每年跨年5、4、3、2、1之后一我就会许愿望，也是许三个，超级贪心，许一个就算了，许三个。然后我每年都会许，每买一个蛋糕就许三个愿望。对啊，很棒哎，跨年不会许，就是我自也是小情理论啦。跨年不是流星，流星我是没有看过，我有见过流星哎，可是我就是正常不会突然看到流星吧，看到流星都忘记要许愿了。我有看过流星耶，酷。
不算许愿，但会想一个新年目标。然而，点点点。好，今年跨年也来许愿。321不是接新年，可能因为有时候像以前啊，以前有时候新年跨年那一刻，身边没有人，你懂吗？身边没有人啦、啊，就不用讲声新年快乐，你还要自己说新年快乐，很难过哎。没有看过流星，见过雨星。在山上比较能够看到流星，因为没有光污染。科学，用科学回答你，因为没有光污染。那上一年跨年的愿望没有实现，我跨年的愿望都许很废的，就是例如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有钱，跟希望自己能够变漂亮，然后还有一个就随机，可能吃不胖吧之类的。跨年愿望每年许差不多，就是都是那些很废的东西。许愿可以中300啊，可是我不想要中奖，我就想要用自己赚钱，就因为我觉得中奖很吃幸运度，就是我觉得中奖的话就变成你今天很幸运，但是你有就是命运，就是如果你今天突然有一件太大幸运的事情的话，你就会遭一些，就是你有其他地方就可能会变得不幸运。那我希望我的人生就顺顺就好了，吃不胖很实际，我就希望我可以吃到更多好吃的东西之类的。你一年想要许几个愿望没关系啊，许愿而已，许愿不就是讲出来而已吗？就是许愿只是讲一下而已，也没有到，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实现的话，当然还是需要，就是那就不太像是愿望，愿望就是我就是希望它可以很幸运的发生，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觉得那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的话，那就是目标，那不是许愿。这样会不会有点太那个？好，小晴理论，就是如果你不是这样想的话也没关系，就是对，我的理论而已。我今天看到好多星，在北流出新演唱会最闪亮的小晴星，耶、yeah! ！闪亮闪亮，我会飞，流星雨啊！ Oh. 能够实现的话，就是目标憧憬了。愿望就是比较难实现一点，愿望就是 wish， 对，英文来说就是 wish，I wish，wish， 对。看过好几个直播都会卡，你都不会？我偶尔会，但是我就是有时候有好有坏吧，我的网络就是看运气，可能比较近跟 WiFi。今天开始要遵从小晴的理论，因为如果能实现的，其实就是目标。我觉得愿望如果实现了，就是运气好，这样就是如果你什么都没做的话，但是如果你要想要把它做到，然后去自己去完成的话，那就是目标啦。嗯，当然你也可以先许个愿，然后再加上你的努力，加上你的动力，我不知道。手机直播吗？对，我是手机直播。希望今年可以长高5公分这种，对。这种就是没办法用努力实现的东西。平板，我是用手机。Hello， 班长，晚安。又要搬去烟厂路88旁边住，那边好像附近没什么住宅区。有啦有啦，市政府可以许个愿。哦，今天也太嗨了吧！每次都这样，每次我觉得我自己大概要装个酷之类的，我就开始发疯。我希望我能够长高到175，亲戚表示我还是去做梦吧。嗯，我也希望我会长高啊，我想要高到160，可是不行欸。鱼百哥吗？什么是鱼百哥？谢谢半讲的 love。Hello 成语 ，Hello 哈基诶，希美基哈基美，希美基，数学课本来了，你好，居米尼吗？还是给米尼？居米尼，谢谢成语的 love。
Love, love, love， 这是什么？你可以号称160啦，没有差很多。那个我的160大概是穿着小橘的我这样，穿着小橘的我这样，因为有高跟鞋。今天银眼是什么颜色的呢？什么颜色？蜜糖中加一点，可能我不知道，橄榄色。小橘的我160，而且因为我今天化妆多了一点红，红色，虽然打上去光打上去看起来超红的，但其实没有那么暗。然后为什么呢？因为要秋冬了，哇，这就是女生，哇，好可爱，会改装的女生，兴奋欸。其实我没有很会化妆，但是就是偶尔还是会有一点，哇，今天自己化了个妆欸。就不回去了，我的刘海，没关系，那就这样吧。眼睛看起来很红，这是打光的问题。给你个掌声，谢谢阿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是哦，给你个掌声的感觉。因为想要给大家看。哦哦哦，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今天好亢奋，大概再过半小时我就不会那么亢奋了，大家心里准备一下。就是今天我的偶像这边早安少女组的伊库塔艾里娜生田伊里奈，就是她发了一篇文章，是今天发的吗？对，三个小时前发了一篇文章。就是小田一的双马尾 ，Oh my god， 我超想分享的。等一下，很可爱哎！等一下，这也太可爱了吧！等一下，我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太可爱了吧！虽然那个空气刘海真的太空气了，让我觉得有点额头有点高，可是很可爱啊，好可爱哦！可以分享到限动吗？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哎呦，真的很可爱呢。这什么什么视线粉？没关系，我是粉丝，大家请。其实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头目要跟上一波，我现在已经绑不起来双马尾，我现在绑起来双马尾应该超短的。超白痴的，一定很白痴。你看，这也太……不要啦，不要啦，暗一点。现在弄PO起来，晚一点，晚一点PO，蛮可爱的感觉，不要，可以跟上一波哦。小心，小心也绑双马尾。可爱一波，我就是那种偶尔绑一次的那种，就是稀有一点，让你们觉得双马尾没有那么容易见到啦，好吗？可以低双不要，没跳下去，可恶。对，然后可以去看以前，我不知道，反正去看滴滴五二啦，你们去看滴滴五二的影片，我最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哦，我在看我自己的精选。然后，因为其实我还蛮多精选的，有很多 SSKR 啊、深写真啊、萨库拉、DD52、口哈卡美拉跟宿舍日记，宿舍日记根本没在更新。然后那个 DD52， 然后就发现，就是还蛮多有趣的东西。虽然后来我都发文，我不太发现动的样子。
才发现，然后就有很多双马尾啊。对啊，我都没有在 TP 绑过在这边的，这边呢、欸。说到生写真可以附图吗？哦，对，其实你知道吗？我其实有拍，我应该再晚一点，明天吧，明天再发好了。其实我有拍那个口哈，说到口哈卡美拉，我有拍叫什么乌吼的16人版，就是拍 MV 的时候，我有拍乌吼16个人的照片。然后我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影片，但是我一直找不到，就是那种很酷炫的 APP 没有找到，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然后我就觉得时间已经过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照片，我不知道，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做了，我拍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发，就是太突然，就是如果突然没有，就是照片而已，给你们看布丁，就这样照片而已，但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发。我有拍过厌世照，算了，不要看好了，有点丑。还有跟城下的钢管舞，这个有发过吗？我觉得很好笑。我还是马尾的时候。当成月历发，看起来非常壮观。这样，其实有很多东西没发，然后我又忘记。我一开始就是换了手机的时候，我想要就是定期清理我的相簿，但是我现在都没有这样做，太就是不知道，感觉就很想要留着。库存送你们，可以跨年前的回顾贴文发之类的。谢谢信伟的真情告白。小菊也太久没有，那是忘记什么时候了，反正有一个演出，然后也是穿小菊，可是还蛮久了，有一点小久。谢谢 ZHS 的掌声鼓励。某场尾牙吗？好像不是、欸，是尾牙吗？可能是吧，忘记了。刚刚是为什么讲到今天在？哦，没有，就是今天就突然在，是今天吗？还是昨天晚上？就开始看，就看我发了什么？为什么？哦，对啊，还有这个 TP 女子贵族学院 ，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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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好，为什么？而且今天的米亚比系列，我今天的 SSK 系列也没有在更新，每次都没有在拍照了。刚刚说到双马尾才看精选吧，对。贵族学院都快一年了，对啊，希望不知道明年还有机会穿什么衣服，还是可以来拍拍看。这个之后故事有说吗？没有欸，我想说你们可以写文啊，很多断更系列，因为小晴就是很容易三分钟热度。大概。超晚更新，而且我太多有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就会让我就是没办法全部都很快的就可以出，就是看我心情这样，对不起大家。这是 Kimagure， 谢谢落日一笑的寓意。但你日记能够持续那么久也是没，就是没有持续很久啊。对啊，昨天有讲到，我还不会写忧郁的郁。可是其实快写完了，你看下一次写的是4月，
我剩那么多，就是这边大家看一下这个量，就是这边是我已经写过的日记，然后这边是还没有写的。今天是不是用不同的手机直播？没有哎、欸，是平常那个。可是上次我用了另，因为上次我在那个公司，然后我用林一的手机直播，对。然后不止半本了，应该只剩那一点点而已。关掉我给你看好了，这样子。还有人想要找 SSK 玩？有啊，我有问。我一开始问的时候，他们都说还不要这样。然后后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在约。嗯，快写完。可是我昨天也没有写，我昨天一直都没有写，已经十年了。这本东西有十年了，大家。可以啦，现在很闲是可以写啦。可是我会忘记，偶尔会忘记。明天就是评比的日子了。这两星期我对自己真的超级不满意的我对自己很不满意，其实根本不用什么样，就是写一个很短，就是这么短就好啦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没有写下去。自从2016、2018年开始，2016、2017年我停更了一年，然后我再写2016年4月20日，然后下一篇是2018年，就是停更了一年这样。然后停更了一年之后就写超慢。2018年我刚来台湾，所以我也有写，因为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住，所以我就想说，好，既然来到台湾了，就刚来的时候了，然后来台湾，那我就写日记，就是把那个写下来这样。然后后来，看一下，评比之后就有点少。然后，2018年10月5号写了之后，下一篇就是2019年1月，也还好了，也还好。反正后来，我都是可能很难过的时候，我就来写日记，就是。然后我就看到，就是写日记的时候都是大概是哭，前一天哭了还是怎么样，啊，也有开心的事情，但是很容易把最近烦恼全部写下来，就比较舒服一点。但是后来我比较常打给父母，这样，就是我比较常用诉苦的方式，这样，感觉好啦，就是好像可以继续写下去。没有开心吗？有啊，有开心的，我都会。可是我后来都变成，首先我每次都觉得写日记很麻烦，因为我每次都会想说，如果我看回去的时候，我要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所以我都一开始就会先写，我最近在干嘛，就是距离上一次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对，周记已经不止了，上一次写已经，我上一次写还是今年，可是还是可以，好像可以写一下。太久没写了，而且上一次写是我在直播，哎、欸，我说现在在直播，但是写这个超久没有的日记，没有写的日记，最近在忙滴滴玩的事情。酷哎、欸！而且写字会写到累耶、欸。今天可以写小甜樱双马尾。我可以把我去看演唱会的东西全部写下来，很开心。谢谢教徒的玫瑰，写日记很棒哦，大家，我推荐大家去写日记。微微晚安，谢谢咖喱的玫瑰。应该可以记录一下，我觉得好，那。今天开始隔日写日记，隔日写，有空就写。我都用你的直播写日记，哪有你写你的日记是我的直播
你又没有写你最近在干嘛。Hello 小林 ，Hello 沙鲁，大家拜拜拜。哎，刚刚出了什么？刚刚是不是出了运动会？最终回颁奖吧，开心。对啊，有空就写下一篇，就不会是2021了。对啊，开心。干嘛突然那么可爱？哪有？哪有 ？YouTube 坏掉可以看了吗？是吗？谢谢开心的许愿瓶。我很常说我很开心，然后开心可能开心就会一直被 Q 到。我也很喜欢开心这两个字，开心很重要。谢谢你给的全力声援。我们班导对周记都要求很多，每次都要写很久。我写如果是写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心情的话，我就可以写很长，就是会有很多东西会涌上来。但是其实我以前很擅长把一个句子扩张，因为作文的话通常都有限字数嘛，然后我们一些申论题也有字数，就是我上课不是会写申论题嘛，然后就重点是怎么把，然后这些小技什么什么什么小偷步嘛，然后我就会在想说怎么让那个句子变长，这样子就可以就是比较快写完。开心名字取得真好，在今年最后一天写下自己对未来一年的期望，一年后再看，好像还不错。哎，我想要玩那种什么时间胶囊是吗？时空胶囊是吗？可是我觉得我会忘记。直接忘记，而且或者是说，例如说写给五年后的自己，但是我，可能会一年后就开始想要看这样，而且我很容易那种，怎么说？其实我对未来没有概念，你要埋在哪里不知道。可是我的东西都放很久，我把信啊，或者说朋友写给我的信啊，或者是说，生日的时候生日卡什么之类的。很重要的东西，然后我就全部把它收进去盒子里面。然后例如说甄选的时候那些名牌啊，或者说哦，可是上节目的，因为我太笨了，然后我上节目的很容易被我弄坏，就那种很容易把它撕下来的时候就不完整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没办法收藏嘛。但是就是什么照片啊、拍立得什么的，我都有在收藏，喜欢这样子。马上被破格埋在松烟啊。再两年可以回去看甄选课，不要再看甄选课题了，真的很尬、特别是那个做菜那个，我不知道，我印象最深刻，我就觉得我最想要收回的甄选课题一，就是那个做菜，你最喜欢的料理还是怎么样，就是之类什么的，真的很烂。貌似个日常，撕坏好可惜啊，就是没办法，就是会忘记。就是我，其实是可以收集名牌，有些人会在收集名牌，有人可以分享吗？想看不要看，你看了不要跟我说。小晴 ，Hello 人豪，我记得你做菜做了一个超废的东西，那时候做什么去了？就是做面啊，然后加起司吗？怎么？我不知道什么起司加上去，然后把它搅拌。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应该是哦，对不起，没有镜子画，没有，刚刚没有卡，就是应该是 TP 出吧，不知道 TP 出好像比较人气一点点，而且我字幕上的很好，只是那个高领的毛衣有点怪怪的这样。
其他我忘记了，还有什么题目吗？闹钟忘记了，感觉是在香港才不会，就只有刘晓庆那边，因为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在那边乱做，就是很，其实说真的，很蛮恶心的。老实说，那个东西超恶心，但是很蛮好吃的，就是蛮好吃的。可是真的很恶心，就是液体。一人两夜很可爱。那你重做的话，要做什么料理？可是我那个时候除了，因为我想很多。如果你说只是单纯做料理给你们看的话，可以做蛋料理就好了。可是我那个时候的课题都想很久，就是怎么样才可以比较好笑一点。当然那个食物也没有多好笑，这样。对，我也忘记我讲什么了。反正我那个时候一直在想说，影片怎么样可以变得有趣一点，因为只单看影片，我又没有颜值，然后又没有就是漂亮的设备，然后又拍得不好的话，就是没什么好看的。可能做个什么叫什么方块数三明治这样，可是要有人吐槽才好笑，真的，吐槽才好笑。可是我刚刚打开资料夹发现没有做食物，我忘记还有什么题目欸。那个时候大家的课题都是高画质啊，没有啊，我超那个的，我很高画质吗？没有吧。只动脖子 ，cool。五年后吉祥物，他已经不见了。焦糖布丁。广告宣传广告告白，宣传广告告白，宣传广告告白是什么、啊？宣传广告告白是什么、啊？给五年后的自己。哇，我完全没记得，一次都没有记得，其他都忘记了。选一个物品告白，那我选了什么啊？宣传 TP 的广告，宣传 TP 的广告，那我做了什么、啊？我不知道哎、欸。五年后自己跟告白是一样的、啊。哦，帮 TP 宣传的广告，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哎、欸。有人可以给我一点提示吗？因为我完全没有留档。我不知道哎、欸，我的记忆太混乱了，我也不知道。告白是对某个东西的告白，那我干嘛？我干嘛来着？棉被，是哦。啊，不知道，我知道，我记得了，我记得我跟什么告白了？我就说他圆圆的，我跟那个啊雪人，小雪人是不是？那个啊，那时候那个。直播平台的礼物，直播平台的礼物，因为你们很常送给我，然后我就告白那个啊，如果是现在的话，我就会告白气球这样啊，雪宝宝，对，对，对。那广告呢？广告我在干嘛？有人记得吗？广告还是有人要传给我？笑，还是有人放 tag 我？告白气球，第一周的海报，第一周海报我有在，我还留着。第一周的海报就是天使恶魔的部分。可是那个有多好？那个不好啊，那个很丑哎、欸。
天使比较可爱，我不知道天使好像都还好，但是哈，那个有很好吗？不要上传 YouTube， 不要把这种东西留下来，你们就自己好好收着就好了。谢谢告白气球，不错啦，很有印象，我都还记得戴墨镜的那个，戴墨镜干嘛？完全没有印象耶。广告完全没有印象。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小晴。超过三年的事情吧，三年，刚好三年附近。那时候很青涩，哪人会长大？说不定明年我就不讲话了，明年我就是一个成熟的大姐姐。哦，明年年底这样，明年年底，不要讲那么快，快到明年了。有可能是个沉睡的大姐姐，我就不太爱讲话，然后就是平常讲话就是那种很温柔，然后一看就是很有知性、很有知性的魅力的那种。然后你们跟我握手的时候就说、谢谢你，谢谢，这样，温柔的大姐姐。明年你一定还是个小屁孩屁啦。没有，我21岁了，明年。现在不是吗？我不知道，我剪了短发有种那种感觉，有种感觉可以变得比较成熟一点。这不是我想要的小心。把我逼掉，逼。你想要被叫姐姐吗？没有，还好，还好。除非她很小。可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姐姐，就是不是说真的要被叫姐姐还是怎么样，就是想要就是脑袋好一点。小心大姐姐，不要叫我大姐姐，我叫你姐姐的话你会揍我吧？对，你们就等着被我揍。怎么办，我越来越变成这样子啦，我怎么变这样了？我以前不会这样子，我会说没有啦，不会，我现在都说，我都说对啊。小心小学第一名呢？对啊，我小学第一名，可是大概小二的时候，我真的怀疑我自己是班花，没有啦。我小学二年级是超级无敌可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回头看，我觉得我最漂亮的时间就是小学二年级。我也不是说我现在不漂亮，但是那时候真的很可爱，然后就妹妹头，然后绑个马尾，然后脸也蛮好看的这样，然后还拿个第一名这样。反正我怀疑我就是班花，可是因为我人太安静了，没办法成为一个高岭之花，就是有点普通普通的样子。想看小时候的照片，就那个啊，昨天我没有小时候的照片啦，但是我有一张，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小学二年级的自己，而且我也是后来我就戴眼镜了，你知道戴眼镜就是会隐藏你的美颜。戴眼镜之后就没有那么好看，就这个啊，这很可爱耶，我觉得很可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黑眼圈吗？可是我其实没什么黑眼圈，我都没变，就是我说我的身体状况都没办法对焦啦，为什么？很可爱耶，超可爱的，你很平，就跟我现在一样，超平。
突然觉得我妆好浓，我卸妆大概就这样，没有五官，那鼻子这里没有卧蚕，这样可爱，而且没有眉毛，这样可以看很久。哦，我昨天也讲了一样的话，傻眼。我昨天也是看着这个照片，我就说这照片我可以看很久，因为真的很可爱。不知道，我自己觉得蛮可爱的。然后我就觉得小学二年级就很漂亮，很可爱，没有到漂亮。不知道，然后后来就没了。戴上眼镜之后，因为我很爱，为什么会戴眼镜？不是因为用功读书，是因为我太爱看电视了。就是我们家没有很大，然后电视就这样子嘛，然后我就很爱就站在这个距离看电视，然后眼睛当然会瞎掉啊，站那么近干嘛？看不到哦，吓死！然后后来我就戴眼镜，然后戴眼镜是那种不是什么黑框眼镜，就是那种以前的那种，然后镜框很小，然后一个圆圈这样椭圆形，然后那个框也很细，这样那种。就蛮不好看，但是那个时候觉得哦，眼镜就是那样，就是没有装饰的作用，就是一个辅助器这样，超可爱的。我有更可爱的照片，但是不在吧，应该不在这。那我放哪里呢？不知道放哪里，说不定在家里，就是家里香港的家里。见面很厚，那时候还好，那时候200多、300多而已，好像也蛮厚的。现在已经很厚了，就是爱滑手机啊。对，找到料理的片段，料理片段不用看了啦。我看一下，找找看。说不定有哎、欸，因为我很喜欢收藏东西。跟大家分享我的盒子。我家现在有，因为你们也有你们的信或者是你们的礼物这样子，然后有1、2、3，有四个盒子，这是第一个，但有晨晨在，这个晨晨超可爱的，我就拿了。这个应该是我的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我的好朋友给我的信之类的。说不定好像没有哎、欸，握手会一号，哦，还有拍立得，啊不是拍立得，拍贴机。去年跨年的时候，哎、欸，这么有两张，一定是我还没给他们，笑爆。然后跟杰星、林雨欣第一张拍贴，然后我朋友林雨欣，我朋友，哦，还有这个自己拍，没有哎、欸，等一下哦，好像没有自己的照片，哎、欸，是没有。圣诞小卡，看不到，没有哎、欸，是晨晨啊，晨晨双马尾，现在已经不太能够见到了，请大家记录这一刻，这是瑕疵品，所以我带走了，嗯哼。没有哎、欸，那抱歉哦。还有这个，阿妹上不要的垃圾，这样，阿妹上不要的贴纸，超白痴。瑕疵品哪里？那个太有刮到这边，这样还在收集垃圾。
怀念迪士尼？好像没有哎、欸。这是什么？我现在在找什么？我在找我以前的照片。这边是你们的信，你们信超多的。真的没有哎、欸。找一个自己的照片有多难？这边是照片。这是什么？哦，我很喜欢这张，就是正式生，当年正式生，嗯，胖子，林杰森，超漂亮，贤弟奇，啾啾啾，每次都没有看到自己在这，嗯，我。为什么林杰信？嗯，林杰信有两张，为什么？哎、欸，那晨晨的那张应该也要放着。对，啊，没有自己的照片，难过。哎、欸，我跟你们说，这边是你们的信，但是超漂亮的。哎、欸，你们金金闪闪的。没事，哈那妹妹，遇到，对不起，我踩到你们了，我踩到线，然后你们倒下来了，对不起。白痴，好，不找了啦，就这样吧，因为找不到，算了，下次如果有机会在香港开直播，有机会再给你们看。感觉我等一下收拾很久。要开两小吗？应该是。好了，快一个小时，然后我就会开始，跟刚开播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Hello， 大家好。Hello， 谢谢蛋挞的枫叶。小心的床有点乱，还好。这样子，哦，因为我掀起来了是吗？还好啦，就这样。我床没什么东西，因为我床我没有，哎，我没有放东西的习惯，就是我其实不太会放，玩偶什么之类的。哎，那我可以先关个柜子嘛？它有点那个突兀。嘿，哦，它是横的。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可以讲？没有什么好分享的。哭的是什么意思？他是室友。今天超级冷哦！我今天有看到哦，前一天
晚上我有问 Siri 今天几度，然后他说最低温是15度，我就觉得很冷，所以我今天就穿长袖出门，然后再穿超厚外套这样。然后我结果因为我今天早上去练舞，然后自主练习，然后我就发现哦，我穿了长袖，我穿长袖超热的啊、哦，不应该穿长袖，因为跳舞就会热。明天早上，然后我在烦恼一件事情，就是我怕我的被子不够暖。是说假日去看了《信用欺诈师》了，《诈欺师》了，真的好看，对吧？我先去睡了，明天要考模拟考，小青姐姐拜拜，拜拜文上文相，加油模拟考，加油，给你力量 power。我太困了，再多盖一张，我现在是盖两张，里面一张毯子，里面有一张毯子，哎、欸，这张比较暖，然后再盖一张，然后我应该换棉被了，可是好麻烦啊，拿棉被出来。小晴大姐姐，刚刚 YouTube 宕机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刚刚 YouTube 有宕机哦，我没有在看 YouTube， 还是我在开直播？泡芙的取暖。看完维基人物介绍就去了，现在小波对吧？对吧？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之前我记得我忘记 Netflix 有没有了 ，Netflix 好像有吗？反正我在别人家里面 MOD 有看到，然后我就看了一个，就是我很常就是用 Netflix 还是 MOD， 然后会看这样子，然后看一看就觉得哦好想要看，就把它补完，在前一天晚上。不要懒懒，真的很冷哎、欸。可是睡久了之后，它就会自己暖啊。就是睡之前你的脚很冷的时候，我就会穿袜子，或者是先洗澡，反正先洗澡，然后拉筋就很热。或者是说先洗澡就很暖，因为我也会懒得拉筋。感谢你，你的力量我收到了。明后两天你好好考，加油！我前婆长得也没好漂亮，我也觉得她很漂亮。Mina 说她是她女婿，我也觉得她真的很漂亮。她怎么能够那么好看？她真的好好看。小婷是小太阳，怎么会冷？我超级怕冷。你们那天竟然也去看云龙的演唱会，对，很开心，就是有机会受到邀请去看。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是怎么说有知道雨农，然后我就有去搜寻，就是然后就有去搜寻他的歌，然后后来其实在小大的时候小明星大跟班的时候其实有见到他，然后就现场听到了他唱家家就超级有点好听，然后就真的是他又很漂亮，他是很漂亮，他怎么会那么好看，然后他是很漂亮，然后就是听到有机会就是有邀请去的话就说哦我要去这样。他说超偶出身的、啊、对，他是超偶出身，对，没错。然后因为之前有去搜寻他的歌来听，然后就跳出来就是前一天去看演唱会的前一天晚上，然后我去就是想要说补一下，然后就有跳出来就是超偶时代的歌什么之类的，然后他现场也有唱，然后我就觉得哇很好，竟然那么刚好是你们两个去，就我们两个蛮想去的。人的温度是最好的暖炉，我说棉被保温的部分。对，所以就很开心去了，就是很感人耶，就是怎么说，首先歌声当然不用说，就是真的很好听，然后因为我最喜欢的歌应该是不在乎吧，然后结果不在乎是最后 Uncle 的时候唱，然后因为刚好也有我是不是讲过了，就是刚好也有那个他们有
粉丝有做一个影片给他，然后有一些加油鼓励跟对于他第一次看演唱会的话，然后我猜他应该也有感受，但是、啊、他没有很，就是他怎么说，他很稳定，就是他不会因为什么唱，就是影响，不会因为感情而影响到他唱歌的品质，就是他不会因为这样然后歌声很颤抖什么的，或者是说在哽咽什么的，还好。就是但是我有 feel 到，就是这一次的不在乎真的是很，就是他有放情绪进去，就是然后就觉得有被感染到，然后又觉得怎么说，就是很感人，就是想说哈，那首歌很快就结束，然后就想说这个演唱会就这样结束了之后，我觉得很有种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很不想要结束的感觉。然后我就，所以我就大概其实我有在憋，因为不在乎真是有点蛮感人的，然后到最后就哭了这样。最后安可喊超久的，不是、啊、因为太早喊了啦，他都还没有下台，大家就开始讲，大家就开始讲安可，我想说这也太快了吧，他要去准备吧。允荣的不在乎真的很好听，我也觉得很好听，对，笑死了，我没有水了，怎么办？想喝水啊，大家冬天多喝水，真的要多喝水。我现在晚上睡觉，因为我很容易鼻塞，这不是我不知道，就是体质问题吧。然后我很容易鼻塞，然后就是我的鼻子还没有通的时候，我都用口呼吸，就睡觉的时候。然后到应该到晚上它通了，它就会自动用鼻子呼吸了，因为我醒来的时候我都是用鼻子呼吸的。然后太快喊 uncle 就是太过热情了，就是大家怎么说，大家想要马上继续听，就是懂那个心切的心情，但是可能 uncle 需要一点准备，一些时间准备这样子。然后就用鼻子呼，我现在讲完就是什么用鼻子呼吸，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哦？然后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嘴巴就会很干，就我就会想要喝水，所以我现在，而且我在戒饮料，有了，我已经戒成功了，大家，我跟你们说，真的，饮料就是一个零食，就是今天有点想喝。就喝一喝，但是基本上都在喝水哦。我爱冬天，冬天让我多喝水。换季容易过敏嘛？我是365天都在过敏。现在我也开始跟小晴一样，每天早上哦，每天早上喝一颗水真的是很棒啊！我今天还没有喝饮料，等下去买是怎样？看不到，太反光。在家我会一直倒热水，好想要家里面有一个热水壶，这样就是随时随地，不然的话我一直要走去厨房那边。这是什么？这是水。这是水。This is water. 这是三分钟热度，可是我还是有帮忙当手摇饮，手摇饮。我现在已经传位了，传位给那个布丁。要不要听歌？要不要听歌？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整不知道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我都在房间放快煮壶，对啊，还是有现场来逛逛家具。会不会你也你要印象，你需要的是
像硬块煮糊还是暖气？哦，我也想要暖气。算了，我暖气应该不会买，就是暖气，我只是讲讲。每次讲而已，就是我讲什么，一个人在吹暖气也太奢侈了吧？如果是今天是我妈送给我一部暖气的话，我就觉得还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妈妈送的家具就比较那种，你懂吗？就是不是自己出钱，然后觉得自己干嘛要出钱买个暖，我不知道，我一个人生活，我就觉得有很多东西我就不太想要买。你后面海报是早安少女组去年六月九号的见面会的时候，我有去参加，然后就拿了海报回来。妈妈听到了，她不会不要寄，可是我又会阻止她不要再寄东西来了，因为我觉得不要不想收东西。对，她都就是父母嘛，还是很担心的，然后她就会一直说要寄什么来，但是我没有很想让她寄东西来，我自己生活都还不错这样子。別の人の彼女になって。哦，要不要听工藤遥唱歌？算是日文歌，算了，我的台就只有日文歌，因为我爱日文歌。不然你明天去什么？不用暖气，我懒得去买。对啊，其实我可以去买。放这。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我想一下。大家最近在看什么？在做什么呢？暖气在台湾用处不大，发热衣就很足。哦，我不喜欢穿发热衣，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有点小麻烦。看着收到了九月深雪，不得不说小新的深雪很好看。你说那个吗？眼睛有东西进去。你是说我的纸笔吗？纸笔很用心。最近有趣的事情不多，都蛮多世人形成的。我最近都在看偶像。我有跟你们讲，我把《鬼灭》看完了嘛？把《鬼灭》昨天，虽然昨天也没什么时间，反正我熬夜把它看到一半之后，然后我第二天再把就是做捷运的时间呢、啊，然后就把《鬼灭》看完了。上个礼拜在地震的时候我在干嘛？聊天，进度很快，对，因为我把它熬夜，我就花了三四个小时这样，就是一直看到三点多吧。漫画、动画看完了，动画早就看完了，动画就一天把它看完，一天看十集。没有，昨天通宵整理四本新写的，好多，然后。我把《鬼灭》看完之后就觉得，很棒耶！可是我觉得好短，就有点太快了。然后我就问博云说：“我觉得好快了。”他说：“可能作者没有想到会爆红，所以他其实已经把结局写好了，所以就没有再扩展出去。”最近真的蛮有空，也没有，我就是熬夜，我觉得好累。我觉得好累哦，这样子看漫画。拜拜拜拜，红衣，你这么幸运，没有收到小樱的纸笔，但是深雪真的很美，谢谢。你要看下一部看了，明天要去拿九月的深雪。拜托不要雷我，没有没有爆雷，反正我觉得很好看。
可是我觉得不爆雷也太难了吧，因为如果我今天想要讲感想，我今天就算讲了感想，就是就是这个世界上肯定还有人还没有看，不知道他们训练过程可以哦，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单元任务，是不是有点吵？再小声一点，就是他们的单元任务比较少一点，就是有点快。我还没有看完，就看完就觉得很开心。可是又觉得，就是很惨呢，因为最后没剩多少人这样，然后就是蛮难过，就是好，就是因为毕竟它是结局嘛，它是好的结局，但是就有点小难过这样。但是我没有说谁死了，就是反正一定会有损伤嘛。反正我后来觉得，为什么卡纳欧就是香奈乎吗？香奈乎的剧情没有很多，有点难过。啊，那香奈乎是不算主角配角吗？可是他明明就在同期里面，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蛮喜欢他的。然后我想说，因为有内子口在，因为内子口才是女主角，内子口才是女主角。有洗刷某个上弦鬼的好感吗？哪一个？你说那个谁？我忘记名字，是那个吗？更大个打的那个，其实我还好哎，都蛮好的。我觉得鬼都没有很讨厌，因为他们都有他们的理由，就是他们都会，我觉得都有被洗白，因为他们每次都会讲过去是怎么样，然后只要他有，就是他不是到最后都是很生气的话，就是他们。到最后都会有悔改，我会觉得还好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唯一在我心中有洗白的是那个不死川。因为不死川太粗暴了。但是他后来，因为他还是鬼杀队，然后他还是震惊的人，所以他有刷白洗白，可是因为我不喜欢啊，可是在座太多男性了，你们有听过恋与制作人吗？就是一个游戏，恋爱游戏，但是我猜你们是不会去玩，但是你们有听过有一个人叫李泽言吗？李泽言的人气超高，因为他很 S， 然后很爱骂人。但是我很讨厌李泽言，因为他就骂我骂得很惨，就是你怎么能这样子骂我？就是我为什么我输了要给你这样子骂吗？干嘛要骂得那么难听？你懂吗？就是我真的不喜欢李泽言骂我，所以我就真的没有很喜欢李泽言。我干嘛要这样子被你骂？真是的，我只是玩个游戏而已，我还要被你这样，我就要好好做我的工作啊！干嘛你这里是骂被？干嘛？因为很爱玩游戏，然后，但是我游戏也是没办法玩下去这样，然后玩，我玩游戏，我就很爱把我那个角色的名字设成刘小晴，懂吗？就是把我名字写进去，不然叫小晴这样。然后就说刘小晴怎样怎样讲讲，就是我真的不行哎，就是，但是他有可爱的地方，我知道为什么他人气那么高，因为他是温柔的，他爱骂你，但是他还是会对你温柔，就是。他爱吃醋这样子，你就会觉得他很可爱，就是他还是
就他很好笑，就是有点小孩子那种感觉，你懂吗？就是爱任性。哎、啊，我就，可是我觉得就是喜欢比较冷酷的人，但是我觉得李哲言可能是作者写字不对，就是我觉得是词的不对，因为李哲言骂人很伤人呢、欸。我一开始玩的时候，我想说这强度也太大，因为我不讨厌这种角色，但是我有时候也蛮喜欢这种角色，因为就是看起来很蛮可爱的，但是就是李哲言想的话太，对我也没办法接受那李哲言。哦，还有一个大家有听过《魔鬼恋人》吗？我不知道，等一下我查一下哦。看完全，你还会讨厌不死川吗？还好，没有很讨厌。因为他是厉害的人，我不讨厌有实力的。叫什么？等一下，魔鬼恋人、魔鬼爱人、魔鬼恋人，大家有听过、听说过吗？对对对对 ，Devil Love， 这个大家有看过？我觉得男性太多，可能不太认识这个 Devil Love。哦，这个我有玩过游戏，反正我直接讲这个。但是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有兴趣，就是女性向的动画、漫画，哦，漫画有吗？动画、漫画、游戏，那游戏衍生出来的，反正也是女性向，反正就是他就是说一个吸，就是我是一个，我不知道我是有什么吸血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就是一群吸血鬼，然后我就要跟他们一起生活这样，然后就是他们就会吸我的血，跟我谈恋爱这样子，这种东西，哦，真的是讨厌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主角也是讲话超难听的，就是我很讨厌这种没有礼貌的人。他说他看完漫画之后，每个人就不讨厌不死川了，因为大家的他，等一下我先讲完这个人。讲一下这个官配是他叫凌人，红色头发这一位，他的讲话是最难听的，就是讨厌。以上讲完了，就是对，没错，不好意思，我不是李哲言的粉丝，也不是凌人的粉丝，不好意思，就没有到讨厌他们啦，但是就是没有很喜欢，就是女性向游戏就不会选择。举个例吗？举个例，就是有吸血鬼有分爱吸你血，还是就是他就是很无聊，就是他会一直攻击你，就是语言攻击，然后又不给你解释，然后就直接吸你血，是不是？讨厌。小心适合疼爱，我喜欢有礼貌的人，我喜欢有礼貌的人，就是。我不知道，每个人都喜欢被人温柔对待，好吗？就是没有人喜欢毫无理由都被骂的。就是如果我是做错了什么，是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不是说我说游戏，我说游戏是可以跟我说，但是讲话不用那么多。嗯，这样。小琪会选谁？你说魔鬼恋人吗？其实还好。就是我会玩很多线的，我是会玩很多支线的人，就是我会觉得可能是我自己也不喜欢，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我今天讲了一些话，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今天讲了一些话，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衷，就是你生气是可以，但是就是不用就是讲话太难听，因为这就跟事实没有关系啊，如果他真的是做，你可以直接一点说他做错哪里，但是不用再加一形容词这样子。会重复往不同路线吗？这个啊，大哥很帅，可是大哥也是小 S， 但是他很帅。然后我觉得一定要，如果你们要玩游戏的话，就是我之前有推荐过，我就推荐这个最小的。因为他不会写，他超温柔的，他真的很温柔。其他我没有玩过，因为没有兴趣。对，我不喜欢病娇的人。对，就是我很
不是不喜欢，就是我很不擅长病娇角色，病娇角色，但是就是不太擅长那种病娇角色，就是有点可怕。灵性讨论不用怎么，就是你可以，对对对对对，你可以讲道理，但是就是不用骂。不擅长，哎，我差点又倒了，吓死！哎，我的东西呢？病娇啦，病娇，不是不。不会讨厌啊，因为就是一个角色而已，可是会有点那个不太擅长。你看我涂口红你就知道，哦，小心的口红是不是小心的嘴巴是有多白，太干了，冬天真的不能不喝水。你手机壳泛黄了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哦，对，没有隔了。我刚刚看了那个迪亚，怎么念？迪亚波勒拉巴斯，迪亚波勒拉巴斯，不会念。我现在已经，我现在很少那个了。很少玩女性向游戏，因为我不知道，可能因为觉得都玩不下去。一直我每次玩游戏都很爱看攻略，但是很长，很怕走错路。嗯，要听什么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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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昨天听。快结束才补，有点浪费。不会啊，不会不会。那现在都在玩什么？嗯，没有，有推荐吗？先去洗澡，等等没有热水，小心拜拜拜拜拜拜君越。听这个，僕は君に恋をする。福村美月。是平井坚的歌。听金宝，不要。很好听。推硬币，推硬币，大概三个月玩一次吧。没有时间玩游戏，我也是，就是因为我不太擅长玩枪战跟传说什么之类的，所以就会有一点。最近游戏的话，好像就没什么好。人品君，这两种对他组对，没办法跟林毅一起吃鸡，就是他 carry 我，我真的超废的，我不太会转视角，然后真的很废。大家都在玩奇奇，然后还有什么传说这些。可是我以前有玩过 LOL 啊，但是就是真的很废。我比较适合玩什么跑跑卡丁车的。好好好
点听到前奏响，就会红了眼眶。最近早安有在翻唱这首歌曲，就是差不多今年，然后就是很好听，然后加油。想要成为一个就是唱歌很舒服的人。大家直播都在干嘛？每次都在聊天，我不知道可以，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就是可以玩什么嘞？直播，虽然如果要聊天的话，我可以聊个三小时，没有啊，可是这样有点太，就是占大家太多时间了，所以就是慢慢的，但是不知道直播可以做什么嘞？我们可以再想一下可以做什么。虽然我定期，我也没有定期，不定期会玩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品涵跟你一样问这个问题哦，你说直播在干嘛？因为然后我又不太爱那种什么，因为我不太会做头发，有些人不是会就是做头发嘛，就是编辫子啊，或者是说化妆啊什么之类的。现在这样就不错了嘛，是吗？是吗？不然你们就要看着我在静止画面，看我在滑手机。不然我们来聊一下，等一下要吃什么？不要再吃了，十点半了。拉筋，还是我们来做？仰卧起坐，不要，好像有点丑。Hello， 风风。本家有24小时，那可能应该是有想主题吧。哎呦，看我看看。当当当当当当，今天到11点，对，没错。Dearest， 是不是很早很久没有找拿朱米画指甲了？啊，好风好大，好可怕！对，我很久没有，我真的不太擅长做指甲，因为我会一直想抠。等一下哦。太废了。看我的抖音存货。
个啦。欸，我怕一个这个欸，还是我去发 IG 了。タマネギ食べたいな。好胖哦，我怎么那么胖？我很少发跳舞的，是不是？我发这个，晚一点。这个该发了吧？今天发，今天晚上发。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今天晚上发什么。哎，我现在头发变好短，突然觉得跳舞很好看。哎呀，没有。頑張ってます。发，要小心就好看。好，我要来耍废。今天我就说嘛，一开始那么嗨，晚上一定会很有对比。现在开始延过这两二十分钟。今天天气怎么样？咚咚咚。现在也不算严吧，还是我们来唱歌。每次没想想要每次做的时候就唱歌，对不对？唱歌就是才艺啊！来吧，我们来唱歌。很闲欸，把剩下的，欸，我可以偷看别人的直播吗？现在大家都在干嘛？然后模仿一下别人在干嘛。好唱，你想现在大家都在干嘛？现在有谁在直播？请告诉我。现在谁在直播呢 ？Mina 在直播吗？哦，打 Mina， 一家在直播。一家现在直播？没有啊，一家没有在直播啊。一家有在直播吗？没有啊。Mina 是什么？潘子怡，忘记了。潘子怡。每天都会被自己吓到，是哦，受不了。是哦。对，他很喜欢这首歌。好啦，那个张，哦，他要结束了，他要结束了。来唱什么？我看一下最近在听什么。最近在听，谢谢傲江的 Love， 但是我们来唱很久没有唱的。我最近听以前的歌哎，我在听郑容，有听过吗？郑容的爆，
我记得以前我参加过校内的，哦，不是参加，是校内我们有唱歌课，哎，不是唱歌课，音乐课，就是音乐课，然后考试你要选择一个乐器来表演，人声也算一个表演。正，你的鬼面啊，鬼面不会唱，太难唱了 ，Lisa 太难唱了。然后，对，姓他姓郑，郑佳玉的郑，我观测吧，好晚一点。然后还是现在我啊，没关系啊，反正我最近就一直在听以前，然后我考试有唱过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第一，对，虽然是粤语歌，对，然后我就一直走路的时候，脑袋里面都是这首歌，要不要听？可是这是七年前的歌，超久哎。同伴说，我开朗，我只有笑，从怀内那些炸药，完全避过大众的我，快张爆了，沉着气。看一看表，你必须努力心跳。真的很久没有唱粤语歌。何时你我完了，唯独我急躁得了，被逼于背弃，前朝遗物让我腰骨坏了。忘掉你是我的心志愿，仿如拆下炸弹点火线，但你在记忆的每层开始，我又能怎么去知，凡事也牵涉你从前的脸，就像我一直命危悬一线，怀念他用力倒数一发变难中断。谢谢陈宇的星梦一年好。这首歌很低。红绿线哪根要断，留下了太多眷恋，宁愿一世被牵连，还是今天平明一战，撩乱了爱情线，能导致兵荒马乱，热恋的恶果，原来危害直到超出预算，忘掉你是我的新志愿，仿如拆下炸弹点火线，但你在记忆的每层开始，我又能怎么去知，凡事也牵涉你从前的脸，就像我一直命危悬一线，怀念他用力倒数一发变难中断，忘掉你是我终身志愿，只求以后看到这张脸，别再为你的嘴角而一牵，我变成一堆碎片，其实我知这炸药难扯断，慢慢去解下汗虽少不免，还是试着做，我不想血肉全飞纸。好多懒音，哈哈。粤语是听不是讲，粤语是听不是讲，什么意思？这首歌不好唱吗？很多懒音。没关系啊。喜欢，我以前也蛮喜欢郑容的歌，哦，没有啦，我觉得是不懂粤语，歌声很好听，还好了，没有很好听，没有进步，可以唱那个会听不会讲，
啊、那个无关翅膀，好、啊，无关翅膀文场啊。恋爱大过天，恋爱大过天应该 OK， 但等我一下，我先听那个。无关翅膀，怎么办？如果我不会唱怎么办？嗯，好久没唱。无关翅膀。嗯。有歌词哎、欸，可以唱《无关翅膀》，可以啊，都出了。如果有翅膀的力量，就可以在天空飞翔。轻轻的规划要到什么地方，看看那许久的向往。乘着风恣意的鲜花，云朵中穿梭游荡。该朝哪眺望，该从哪里出发，却偏偏毫无想法。不管会不会飞都一样，走着走着总能抵达，所以何必非得逼自己匆匆忙忙，幸福美满为你等在路上。这无关翅膀的倔强，我这梦已够我昂扬，站牢在麦下细数每的步伐，脚踏实地的去闯。原本的歌名是无关翅膀，翅膀さいらない。如果说翅膀被解放，就可以自由的流浪，随心的造访，随便什么地方，看看那一些心之所向。忘记唱了，呵呵，与无牵无挂，连厌烦的伤也远远甩一旁。好难哦，我都一直唱后面的，没有唱过加里帕的。可不懂我怎么还一样，走着走着坚持起航。当寒淋漓挥洒，温热滑落脸颊，幸福美满为你正在路上。这无关翅膀的倔强，我始终怀抱着希望。远途的景象一时难过沮丧，绞尽了专注的去闯。鸟儿盘旋着艳阳，俯瞰人世的扰攘，不一定翻到心上羡慕惊讶，少了翅膀是多么棒。这无关翅膀的倔强，靠着我已足够昂扬。这无关翅膀的倔强，靠着我已足够昂扬。眼前人漫长才完美的步伐，让梦想陪我们去闯，让梦想陪我们去闯。他没有唱到完整，他没有唱到完整版，今天第一次唱完整版，还以为是别首歌哦。原本中文版就直接是，就是我们这首歌的名字叫《无关翅膀》，但是它原本日版的话叫《翅膀さいらない》，就是不需要翅膀，但是就是我们中文的名字就叫做《无关翅膀》。加里帕我没有练过，从来没有，而且我也没有从，就是通常会隔开，就是他们唱，就是加里唱加里，然后我唱我，所以我就从来没有合过一起唱。
有时候有些 part， 例如说一开始主管翅膀的倔强，我就有时候会唱一下，但是合在一起就是，例如说二 A 的时候，我就会对直接唱自己的 part 这样。清晨抬起头仰望着天空，要不要来唱一下 The Puzzles？ The Puzzles 还有日文版的，日文版也蛮好听的。Rock and Roll， 哎，我不会唱 Rock and Roll， 因为词太难了。我可以唱这首，好听。啊，远一点。清晨抬起头仰望着天空，悄悄在心里许下了愿望，微笑会让明天变得更晴朗，点亮最温暖的心房。偶尔也会下起狂风暴雨，眼泪也曾模糊你眼眶，别彷徨，就算一切不曾如你所想，向前奔跑别回望，有个梦在我心里收藏，某一天我会自由绽放，做想做的事情，变喜欢的模样，追着风不为所有阻挡，人生它就像纸飞机，承载我愿望，不问来时方向，不惧眼前难题，在风中拼尽全力，朝着向往的前方，别在意距离，要勇敢追寻，怎样去远行，最终又降落在哪里，这才是这一路最重要的意义，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365天不停飞行。啊，好棒！可是这首歌是很耗喉咙。我听一下佳丽唱歌。没有热死，谢谢掌声鼓励。那一刻享受着自在翱翔的时光，记得要抬头仰望，在云中穿行，满载你的自信，看远方的风景，折叠方法都不在意，是希望也是我前进的推动力，我会快乐到达目的地，365天不停飞行。载载我愿望，不问来时方向，不惧眼前难题，在风中拼尽全力，朝着向往的前方，别在意距离，要勇敢追寻，怎样去远行，最终又降落在哪里，这才是这一路最重要的意义，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365天不停飞行，勇敢飞翔，寻找远方，勇敢飞翔，寻找
有点怕自己破音。勇敢飞翔，我觉得会破哎、欸，现在不太好，谢谢。勇敢飞翔，我觉得会破哎、欸，等一下，寻找远方，勇敢飞翔，寻找远方，勇敢飞翔，好难唱，好难唱，这首歌真的太难唱。算了，家里很厉害。谢谢大家，这首歌很高，嘿嘿。我其实一开始没有到真的很喜欢，就是不是不喜欢这首歌，就是没有到，就是它没有到我很爱的歌的里面。然后，但是就是听久了之后就觉得还蛮好听的。我喜欢 The Puzzles 的版本，我觉得 The Puzzles 的版本很好听，大家可以多听听，每天都听听看。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对，我刚刚唱的不太好，请大家多多见谅，就是没有很会唱，对，不好意思。谢谢大家，耶、yeah! ！呜呼哇哇哇！还有什么歌？难躲你吗？难躲你吗？哎，我们可以唱九歌。超耐听吗？嗯，最后一首歌我要唱 Joker， Joker 也很好听， Joker 也是卡拉 OK 必点，山本彩前辈。どれぐらい経ったかな、僕ら二人出会って過ぎてゆく。夏の中、もう大勢の中の一人じゃなくなるには十分。気づいて、君が笑うだけでなぜか涙も心の傷も何もかもすべて浄化されていく。どんな薬よりも僕には確かな効果があるんだ。透明な気持ちで君の目を見つめてた。欸，可以念排名了，我们可以念排名。谢谢今天大家来看小晴的直播。那现在念今天的排名，第十名是尼哥，谢谢尼哥。第九名是开心，谢谢开心。第八名是塔比塔罗，谢谢。第七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六名是乘着风之翼的闲荒，谁啊？是改过名字吗？谢谢。第五名是 Stephen， 谢谢 Stephen。第四名是小军，谢谢小军。第三名是 Marty， 谢谢 Marty。 第二名是信维，谢谢信维。然后第一名是落日一笑笑，谢谢落日一笑笑，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小晴的直播。晚上直播，今晚辛苦了。哦，是加一嗓哎，我刚刚看错了。晚安喽，辛苦了，可以把它唱完。君以上に綺麗なもの、僕は知らないから。
かがあるんだ。君の隣に立って同じ明日を見つめた。谢谢大家，今天是旁分，旁分琴。然后我们现在已经11点了，然后大家看完直播，虽然今天有点激昂，到最后还在唱歌，所以感觉你们应该，他旁分加两岁，加两岁，那23。因为今天很塌，就是今天有下雨吧？对，今天下雨，我今天有弄了好多地方，然后它就塌了，就算了，而且要留着。晚安，然后哈，然后还有什么？那个，12月生写真已经可以开始预定预购了，大家赶快下单起来好吗？下单起来。你看，大家看陈虚雅，还有什么？大家都在宣传的啦。还有，什么？昨天有看到柏林、七七、卢卡、哈娘娘、果果、瑞婷、iPad、柏林、叶佩、申写真、叶佩。快发！你还不发吗？发了啦！好，你们发！22号到22号可以，剩一个礼拜。抢新师傅很少，没有，我有宣传。我现在每天都宣传是吗？这样每天要宣传，你们会买吗？我没有那么多图啦，我没有那么多图。我每次一发一次宣传，我就用了3-4张。小型都有好好在宣传生写真，很努力的把那个生写真的图变漂亮。上一次这个，然后多指定就有可能抽到纸笔，请大家努力哦！真的是赶快万圣节赶快发，希望赶快你们可以赶快收到这样子。想要看满满的照片，会的，我会发的，请大家再等我一下。你知道需要修图跟把它结合起来，我知道不需要修，有些的确我其实也不太会，就是还是要就是打一下字体啊，你懂吗？就是打一下字啊，然后想一下要怎么样啊，怎么样这样。期待你们中到我的纸笔。大家多买，可以多买。以上就是大概是这样，差不多。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还有什么？下次直播应该是星期四。希望下次我可以换个发型来跟你们见面。星期四，换个发型。今天很乱欸，哈喽林廷丽，我要关台了，我想你，来见我啊，干嘛？阿丽，晚上好，我跟上跟你说晚安的时间，晚安，阿丽。爱你哦，我们很久没见了。阿丽，各位头目宝们，哈哈，爱你。我找到以前阿丽说头目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以前就觉得。阿丽很爱我。谢谢你，阿丽。哎，好可爱哦！哈哈，没事，他要走了，拜拜，拜拜，拜拜，阿丽。
晚安。卡。算了，大家都想艾莉，艾莉要忙了，艾莉比较忙一点。我打字超慢的，大家，他们都嫌我打字慢。今天都没有跟小新在聊天，呜呜，没关系，我们可以下星期四再聊天。好吧，差不多。我喜欢阿丽，嗯，我是不是很久有讲过了？二期里面最喜欢阿丽，没事。好啦，差不多。晚安大家，记得要早点睡觉，早点睡觉。洗澡，我买了新的沐浴乳，快要关台之前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沐浴乳，因为它特价，但是我没有用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沐浴乳是磨砂的，我不知道，反正它看起来很可爱，它看起来很漂亮，然后它看起来很漂亮，所以。就买来看看。晚安，你也不会找我，会开玩笑。明天很忙哎，每天都很忙。我要让自己早睡早起，就是这样子才可以，就是多喝水，要早睡早起，说不定我的皮肤就会越来越好，说不定。我会早睡啦，你们赶快早睡，你们不相信我，真的是。提醒林一早睡，不然他火气大，他不会听好吗？而且我也是一直破，嘴一直破。教主拜拜，拜拜鳄鱼，拜拜晚安。鸡鸡鸡嘛鸡嘛，鸡鸡嘛鸡嘛鸡，鸡鸡鸡嘛鸡嘛，嘟嘟嘟嘟嘟嘟。不信啊！好啦，大家晚安，拜拜！谢谢你们陪我度过了晚上两个小时。晚安，晚安的广东话怎么讲？早唞，早点休息，早唞，大家早唞，祝大家美梦，安稳安睡。早唞，关台要嗨一波，嗯，哎，哈哈哈，拜拜，拜拜，晚安。